在看见这个 filter 的时候，就知道我又开始在最后一次的赶 deadline 了。这是为了运用 filter， 因为我现在在写我的论文，我的论文一共要交15000字，我现在才写8500字，第一是在24个小时以后，所以我最少要写正负10%，就是5000字。我现在还在分析我的数据，因为我之前分析了用3种方法分析了之后，我觉得都不对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能够 how far I can go， 我能不能够 make it， but I wish I could make it。当你在赶作业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焦虑，然后你的房间就会全部是吃的。给大家看一眼我这两天吃了多少东西，这边买的糖，然后水果干，这边是喝的各种，然后垃圾桶里也全都是零食。大家好，现在是9月29号的中午11:02，我现在要交我的毕业论文，我的 due 应该是2点钟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作业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化妆，因为我待会要出门。我订了一个蛋糕，本来应该昨天去拿的，但是我今天现在才去拿。我昨天订蛋糕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是我交论文的最后一天嘛，我就把我论文交完之后说庆祝一下。结果因为我写论文的时候真的是熬夜写的，太困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在昨天出门，就今天睡了一整天，现在才准备收拾化妆，然后去拿蛋糕。然后拿完蛋糕呢，我还要去收一个二手。收完二手之后，学校今天晚上有 swing dance。Swing dance 呢，我不知道摇摆舞吗？是这样直接翻译吗？然后我之前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学过一点 swing dance， 所以我今天就想去体验一下，看一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有在这边也在巩固一下，学一下新的。其实我现在蛮多都忘了，所以这大概就是今天的流程。我现在先快速打一点底妆，化一下妆。好久，然后我带出去的伞根本都没用上，因为之前下雨，刚刚又没下雨，就是我收的那个二手的围巾，还蛮大的耶，看一看，他跟我说是喜乐的，哇，这么大，看一看感觉怎么样 ？Oh my gosh， 会不会太大了？这样的围巾应该怎么戴啊？这样吗？我已经不能动弹了，嗯，这样奇怪吗？好像还行。哦，我现在扎个头发，马上要出门了。我准备戴一个耳环，就出门了。这个小小的金色耳环。嗯，戴着。然后他还说要带水，所以我接点水去。So that's it.现在去 Student Union， 天上有一颗飞机，看得见吗？不是很亮。夜晚的校园，今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学校没有开灯。是流星的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！现在看我的样子非常憔悴，脸也肿肿的，是因为今天我跟我的室友还有报名了一个爬山的活动，但是我们要来那个 Victoria 这边坐火车，我们出的没有一点晚，所以我们在路上一路狂奔，现在头发也很乱，全都是汗，然后刚刚提前大概10分钟到了，现在正在等火车来，然后所以今天就是我们 hiking 的一天。看一看外面，真的很漂亮啊！今天天气特别好，主要是前几天都下雨了。好漂亮啊 ，It's sunny。
一个 church。跟大家在一起。That's my new friend, Samang。然后，好热，好热。看看这些，好艳。这个地方之前是二战的时候关德国战俘的。的路上看到的，今天的天空非常的漂亮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们在那个 train station， 然后准备坐车回 Manchester 了。我今天这个 hiking 是我最开心的一个 hiking 之一，因为这两个一起去的人，他们都是巴基斯坦人嘛，然后是我很觉得很聊得来的，而且他们就是没有那种文化上的一些壁垒，而且他们也都很懂我们在说什么，也很懂他们在说什么。然后我就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，我们刚刚从山上结束了之后，我们还一起去一个印度餐厅。